兔子和燕子在合体，侯友宜紧握韩国瑜的手，韩国瑜才刚转身又被侯友宜速速搭上肩，侯紧黏韩，还没开场就开始热情接待韩国瑜，侯友宜送上大大拥抱，更当面致歉。四年前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，侯友宜做料的，他对亚情看一些。在中国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先生的领导之下，下架民进党。终于说出口，希望侯友宜下架民进党。毕竟先前侯韩见面相敬如宾，侯友宜这回把握机会，橄榄枝递好递满，国民党全代会正式提名侯友宜参选总统。本党征召侯友宜同志作为中华民国第十六届总统候选人。赞成的请起立。你们都是我的榜样，特别是韩市长，谢干兄，干口人有够多，我一直放在心上。但不仅现场党代表座位空位多，包括屏东议长周典论、新竹议长许修睿、花莲县长徐正伟，甚至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都没出现。国民党一定会团结在一起。侯友宜在信心喊话，但国民党是真团结还是假团结？画面会说话。三立黄新成、郭思文、郑凯中 SNG 的报道。